经总指挥部研究决定，瞄准北京时间11月29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15号载人飞船，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费俊龙、邓清明和张璐组成，费俊龙担任指令长。航天员费俊龙参加过神舟6号载人飞行任务，航天员邓清明、张璐。 都是首次飞行，目前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、遥15火箭即将开始推进剂加注。